蒋万安终于长大，知道比赛要怎么办的。要妹子有妹子，要摊位有妹子，要选手有妹子啊，不是真的有选手，难怪这次人这么多。但我还是非常愤怒，这部队哥也太大个了，这个有彼此，但是人的话就不知道，哇，这个只有那么大，支持台湾队啊，这个硬吃这个韩国锅，这个。我不知道两个有什么关联，可是那个最近好像流行这样子。先看他泡面好不好？对，部队锅的品质，泡面决定八成。很有韧性，很弹，优质啊泡面。哦。汤汁是爽爽，我的青春菜，很脆。我来喝汤，哦，哦，哦，最近真的很冷，吃一个这个热汤爽，哇，这个是韩国年糕，哦，小小的，圆圆的，酥糖滑嫩，台湾鬼电影，这个鱿鱼吗？啊，香肠，啊，香肠切的这样，这真的好吃，哦，真的是一个脆，肉肠酥，啊，250有没有肉片？没有肉片，还有个蛋。就是菜、豆腐、香肠、泡面，很大但没有料，不就跟某个网红一样？我生气了，我愤怒了，所以今天台湾队一定韩国队，我生气了。250吃这样子，这个简直就是某个那个。某个程度的网红啊，一定要赢韩国，你真的赢韩国了，爽啊！就跟你说，吃东西是台湾的，台湾不会输过来的。150，你看，有那牛肉面，还有这个皮蛋豆腐，来嚼一下，哇！哇，这片豆腐片里面整个这个红掉了，我靠！还有牛面有没有？你看这么大碗，这么满，110而已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台湾的实在爽，油出门，对，然后吃牛面，哦。够劲。哦，韩国风，肉又实在，还在看电视，在台湾吃东西就要看电视，太忍气在送，舒服。还有，我们是吃台湾牛肉面店，不是日本牛肉面店，要么至少多200块。肉大块又爽，哦！